我们今天要来糖果店买我们明天 DIY 要做的东西。哦，这边好多哦。这种的我觉得也可以买，这边也有。哇，等一下来买一下。我现在要找酸代糖，因为之前去的另外一间没有买到。哦，酸代糖妞妞已经找到了，哇，就是这个我想要的这个，还有绿的，我们拿袋子来装。对，妞妞来，小帮手，你帮我装一下哦。我要粉红色的。要做什么，大家可以去主频道看哦。我们这边就先卖关子，不告诉大家。来，想要知道我们要做什么的话，要去主频道看哦。对，然后我还要绿色的。这个酸代糖好像只有这边才买得到哎，我觉得应该，对，应该差不多吧。可以再来一点。应该差不多，如果做不完还可以吃啊，所以应该是还 OK。然后再拿一些绿色的吧，这边有很多棒棒糖，很可爱。拿一个篮子，妞妞很聪明，小心哦，全部都掉了。哎，这边有那个会闪的棒棒糖，我觉得我们也是需要的。需要的材料是这个会闪亮的星星。那这边也有咯，还有星星吗？你要树吗？那我要星星哦。然后我们还要绿色的酸代糖。哎，它这边的青苹果比较大颗哎，我们那一天买的好小颗。哦，你看 snake 有蛇，结晶糖。哇塞，这个好大颗哦。那就再拿绿色的酸代糖。这样太好了，我们明天就可以做那个 DIY 了。明天礼拜一，但是因为妞妞他们礼拜六运动会，所以礼拜一补了一天的假，我们就可以回去拍影片。够哈，对啊，那个东西我们做起来有点大，所以我们实在是怕会不够。然后这边这个是什么啊？动物吗？这个好像也是牛吗？然后这个是虫虫的，我们要看一下，再多几样。你看这边全部都是软糖哦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拿一些棉花糖，我觉得棉花糖做起来应该也蛮可爱的。这边有很多 jelly bean， 非常的多，好吃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软糖吗？巨大的软糖，很大颗。你看还有蓝莓鲨鱼，蓝色的鲨鱼。然后这边也有这种双层水果的啊。你帮我拿一些那个棉花糖好了。你看这个袋子好可爱啊！这边棉花糖是用称的吗？那要哪一种的呢？你觉得用哪一种可以做？你要拿的数量要够做哦，够吗？应该够了啦。这个棉花糖它其实很大呢，我觉得一定够了啦。刚刚那个闪闪星星。你刚刚拿的是什么？你刚刚拿星，那我们等一下问老板还有没有星星，因为我也想要星星，或者是这个树好像也可以。对啊，还是这种的可以吗？可以绕啊。还是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好大只的白鲨哦，绿色鲨鱼。这白鲨来。而且你看它这个大颗富美子，这个看起来好吃哦，好大颗，是巨大的荷包蛋呢。哎，你看这面条哎，巨大的可乐，这个是面条，这是巨大的可乐，那个不行买，对，那不行。所以好像差不多了呢。惩罚那个 jelly bean 那个臭臭糖，这边有卖，里面有那种各种奇怪味道，鼻屎味啊什么味的那种。我们买了这个吗？我们买了草莓包，这个可以吗？这个形状怪怪的，还是要用这个。可是这个要排很久，对，超久。你看这个是牙齿吗？一颗牙齿的东西。哦，它是香菇，我误会它了。我们买了两个酸代糖跟棉花糖。因为昨天我们有在另外一间店买了四样东西哦，所以。
所以现在就是有一共有七样，所以应该差不多了。那不要买一些地雷？地雷吗？例如呢？哎，你看这个，这个是算地雷吗？还是这个？哎，这个应该很难做哟，你觉得呢？我们没有黄色的，我们应该拿一些。对呀，哎，好香哦，它有真的有香蕉的味道。哎，应该买这个啊。你如果说地雷的花蛇，我们不是在做 Halloween 哦。是花兔吗？水滴，它哪里来像水滴呢？它还有眼睛哎。哎，这个是巨大的 Gummy Bear 小熊，所以这个香蕉是属于地雷区吗？属于。那你觉得你要来一个 watermelon 吗？ watermelon 这个算地雷吗？我也不想做出来的太丑。那我觉得香蕉其实也不一定会很丑，因为你把它直的抬也许很美。我们就先这样咯。哎，这好美哦，这很美耶，你可以把它摆在最上面啊，你觉得呢？这是闪灯的，这边还有啊。哎，我有找到 star 哟，你要吗？我们把刚刚那个换掉了，树换成 star， 赞哦。还有这个颜色也好美哦，你买太多了哟。这个是什么？浩克，爸爸要跟我们一起做吗？萨诺斯吗？哦，真的。哎，这是钢铁人的吗？哦，超级英雄的棒棒糖。这毁容的美国队长。对啊，萨诺斯这个才是钢铁人啊。对，这个 Halloween 过了，不然的话这个还蛮适合。吸血鬼的牙齿，哎，你看哦，如果这个的话更夸张，这个，如果抽中这个的话，我没有要买，它变咸的甜点变咸点了。这边这种包装起来的可能比较贵，那个秤的那种会是比较便宜一点的。这边也有很多那个圣诞的那个棒棒糖，很可爱。哦，这也好美哦，你看，超美的。哎，真的耶，它是这个是，哎，没有啊，它是树啊，它是蝙蝠啊。这个是万圣节的，然后这个是圣诞节的啊，这个也 different 啊。对，这个也 different 啊，这个 different 啊，这个一样，这个一样，所以它没有一定都一样啊。这那好可爱啊，这是什么？糖果吗？不能开。这个是跳跳棒棒糖，圣诞跳跳棒棒糖。这是脚丫的脚脚跳跳糖。妞妞最喜欢吃果冻类的东西了，那我们就结账看看这样子买了多少钱，然后我们明天再来做那个 DIY。 其实我们已经买了一些了，然后今天是补一些。好，你看这个好漂亮哦，好可爱，迷你酒柜。1076，七十六。好，谢谢。1050。好，不然我要买一个环保袋。没有卖袋子，我们要要清一下哦，真的。OK， 好，要清一下才可以拿袋子，所以大家记得带环保袋。所以这家店蛮环保的，那我们要清老板一下。老板娘，那到时候我看又会有很多男性来。很多男性羡慕我的工作。都只是来买，对。